彭雄浑的画作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，作品色彩斑斓。即日起在林口区公所举办“灿烂人生 ”（Life in Color） 画展，一路展到十二月底，欢迎民众一同前来参加这场艺术盛宴。被称为台湾香包大王的彭雄浑，即日起在林口区公所举办“灿烂人生 ”（Life in Color） 画展。艺术作品分别置于公所一楼及三楼的艺廊上，将一路展至十二月三十一号，欢迎民众一同来参与这场艺术盛宴。这次很荣幸透过这个淑金阿姨推荐跟公所合作这个灿烂人生的展览，就是我所有的油画呢都叫灿烂人生。那么这次的展览呢一共是六个月，从七月一号到年底三十一号。彭雄浑老师表示，由于自己不是专业绘画科班出身，所用的画具不拘形式，五金行陈列的各种工具及日常生活用品都是他的创作工具。至于无限的画作灵感，则来自对生活周遭事物的心境感知。我不是本科出身，也就是说我不是学画画的，画画是我的兴趣。那我在画这个抽象的时候呢，我就会用很多不同的工具，例如说毛巾啦、扫把啦、还有这个我最重要的画具是水泥刀。彭雄浑的画作具有强烈个人风格，作品色彩斑斓丰沛，明亮又温暖，画风收放自如，让您来亲身观赏才能感受到画境情感。记者胡宇轩林口采访报道。